乾隆电视台的观众，大家好！这个节目是伫海外来出声，是一个台北人的电视台。今日要来讨论的题目是即马上界行的，嘛是即马台湾正咧炒甲沸腾腾的。即马请海外三个伫即个社会台面上的人物，嘛进入芝麻多的人来讨论这件代志。我先来介绍今日来宾，这一边第一个就是海外蔡英文阿元会会长李默同博士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哎，多谢你来。过来边啊，这个就是穿蔡英文这个 logo， 就是啊，这是政治性的人物，就是嘛，民进党 VC 东部的主委邓锡坤，这个锡坤啊，甲尤锡坤拢共字的郑锡坤先生。主持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你好，过来，按社会的贤达，是前大陆三区台湾会馆的董事长，陈文石，嘛是画家。主持人你好。你好。听众朋友大家好。来，今仔日这个宜昌案吼，即马选战安尼真接近哦。有史以来，国民党甲民进党的选战，毋捌讲民调差遐少的，吼，拢，若毋是真接近，就是差3%、5%。另外一个小可的优秀，吼，就是会，即个规个拢平盘。真侪人讲，即选举以前绝对有拗布出来，吼，就是讲像前面五党即个拍枪，我也会记甲真清楚，迄阵有即个。有捌打提起这个代志，就是这李默同博士。当民进党讲，国民党讲，这那是奥博，这本来就是唔对代志，都爱澄清啊。来，即马请这李默同来，你来看，伊这宜昌案是这爱落去查，还是本身就是本质就是一个奥博？来，请讲。马政府上任已经三年外吼，哎，若有问题，这个宜昌案早都爱查，那会讲？选举前30天才要来查这个宜昌案，可见这一定是选举的后步吼。未讲这个时间才甲拄拄好，讲我到过30天我就要投票，我来查宜昌案吼，这一定是选举的后步吼。这个意思嘛，已经知影，估计已经旧年就出来了。对啊，这要正当去啊！对啊，伊若要查，早就用个查啊。嘿，出咱的意外就是讲，那会这么早就出奥博吼？一般来讲，奥博是甲上尾啊，像讲去年五都是上尾啊一案吼，早为的枪击案吼。嘿，这种，互你来不及反应吼。嘿，这个30天以前就开始拍，奥博出来吼，可见吼。马政府的这个心情哦，实在是足急啊！伊心情不好啊，所以足急啊。当然，国民党摕这个案件出来，就是感觉讲对有有利，伊唔只要来查，对不对？伊可能嘛是爱伊欠啊，讲这时间差不多啊，哦，还是资料拢传好啊。哦，当然，伊感觉讲我这个牌拍落绝对是好康的，就对国民党的选情好康的，就敢那像民进党迄个两块几啊，民国起来，迄个机啊，吼，迄个机啊，迄个问题就讲，我即广告出来吼，农民绝对起办啊，无想到安尼，因为即文宣做了无够优秀，吼啊，民调安尼落了7-8%吼，即嘛来请问即注意，伊即个宜昌案即个拍了，即国民党，你想，伊即个目标要拍即个串面民调，敢拍有着，还是颠倒？他就替帮你感觉分析安怎？当然，咱知影讲这个政局，这是一个有计划、经过足详细的这来设计吼。当然，伊迄阵当然在因会拍出这支牌，因当然是想讲一签要互你毙命嘛吼。所以这支王牌是啥？就是迄份文件嘛，因为一直在暗示讲有这案要推出吼。这个文件无想到讲，所以有呢，咱大家咧笑讲啊，天佑台湾拄啊，咱有原始这个资料伫咧，吼，有这资料伫咧，无咱若无迄资料伫咧，
啊，那无咱嘛背袂听，因为人是有书面的。意思讲，那无迄个因的失误，互挨打，即嘛是蔡英文。明明咱的，明明即嘛事实证明咱是正确的吼，但是咱那无迄项提出来做证明的时候，咱是百口莫辩。所以伫迄搭啊，所以即嘛。现在事实演变变成是他们假造啦，啊，假造当然现在这舆论哗然，虽然他们发动很多好，要继续说这是物质，还是说日期不重要，但是看在选民的眼中，这是清楚啦吼，执政者利用国家的机器，啊，还有这职务保管文件，证监会都是保管这文件，职务之便，可以接触到这个文件。伊是唯一会当接受物件的人，啊，居然会当这物件会当变作假出来，这是大家会怀疑的所在。所以这个他的地方啊，当然这个国民党本来是设计吼，本来伊，我想大家想讲，这蔡英文背景比较较，比如伊是较谜样的人吼，啊，真侪人真好奇啊吼，但是因兜去拄啊真好个，吼啊家庭真侪兄弟姊妹啊。老母嘛有嘛都有那就是讲因老爸几下某，迄个就讲哇国民党唔知拍这个，吼绝对用阴刀，这个意思安怎用阴刀做一部唔知啦，但一定讲绝对会掠阴刀的这个鸡蛋里面来挑骨头啦吼。吼啊这边，若要伤害一个政治人物，就是讲伊吃钱，我吃钱就是讲迄个邱毅甲陈志忠演讲首长，伊加一种。拢讲要一个人，互一个人的信用破产，就是一个用钱来讲。所以这边嘛是安尼讲啊。伊讲哇，你蔡英文，你家族钱2000万放落去哦，哇，你是都迄个图利自己啊。哦，啊，怎么来问安尼这个公证人士吼，陈文照吼，啊，伊对股票伊也不只内行真了解，你也解释看嘛。因家族安尼有图利也无啦，我你讲啊。如果你主持人讲这吼、個，你讲因投资，伊是投资1亿3200万啦，唔是2000万啦。2000万吼，这1亿3200万，经过一年半，恁即马讲伫迄个时阵啦，2007年的8月吼，迄个案件开始的3月伫讲，因为大家对生计台湾人的投资者看无啦，嘛唔知影啦。啊！伫迄个时阵的国际投资环境嘛足歹啦，所以无人敢投资。本来讲6间要投资，结果救到剩国外资金了后，佫伊插落去，变作所以这个物件是无人要投资。啊！我曾经讲，为了这个代志，我感觉哇，本来感觉蔡英文袂歹，即马我那才了不起，比我想的好实在是。你看国际的国家。国际人士，大家公推，伊落台行政院院长落台了，公推伊去做董事长，这无简单的代志呢。当初伊有但是讲，我做若有人资金，阮家就无法度去顶，阮家的资金摕来欠房，欠煞了，若资金到位，我就要摕。但你甲想起来，你讲国民党派伊处理啦。摕1亿3200万，经过一年半的时间，伊敢毋知影这应该有真有前途？伊知影，但是呢，伊去摕迄利息钱。你若真做无摕，国民党讲哦，你要处理什么人？啊，这利息钱是一个足少的利息钱，吼、哦。伊若讲为着安尼，我讲我处理，伊都怎么来卖？会当赚3亿几啊？所以这个问题呢，已经。跳出讲好，我要退出。既然有人要，我要退出，因为人去叫伊做民进党的主委，迄是一个国家大，会苦战甲动荡，有人要做的事。所以你由这个人格的特质来看起吼，足了不起，足无简单。迄阵对不？对啊，迄阵伊嘛唔知，嘛是人拜托伊去的啊。是啊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吼，这都足侪足侪。迄董事长嘛人拜托伊，啊，今嘛到尾啊，感觉讲国家大嘅责任，甲社会责任，甲。国家的前途有需要这种人才，伊、okay. 为着安尼跳出打打打，我你嘛所知，因无咧心思，无打紧，因家的家族是
提足一钱出来帮助民进党。对啦，当然国民党伊就大力抹个讲，伊钱入面就是要趁钱。是。啊，你蔡文你都安搭好啊，吼，你都知影讲你即马若选无着，啊有即个通做，佫跳入顺续佫跳佫跳一撮。哦，当然国民党啊，当然你安尼文章啥，你就解释了真清楚啊。你若要讲要跳哦，伊是李登辉的时阵，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的时阵的官僚嘛，技术官僚。伊若要跳，就到国民党内底吃香好啦。伊政府会多一个人赢。来，这个按用这个美国的角度来看啦吼，美国真侪讲选战吼，总统选战头前真正接近吼，啊，几项物件已经一寡，予这个选民无法度原谅的理由都落台。这上面就是这个 Watergate 嘛 ，Watergate 这选举，啊，你怎啊咧偷听对方？这个伫台湾，这大家拢咧听咧。但是台湾就是不可忍容、哦、不能忍受的。啊，这选举哦，这边选举哦，经常讲这边出来选的，拢读册人啦吼，啊，拢做博士啊吼，马英九啊，留下哦吼，啊，这个蔡英文啊，留康奈尔，佮留这个伦敦政经学院哦，拢真应该拢真真假，假说这边的选战应该是真高格调的对吧？所以，俺就用较高格调的来检验这个代志。吼，我即下要来问，若讲这个代志发生啦，吼，就是讲文件无，啊去做一个假，啊，这已经证明啊嘛，吼，这个本来屋里就都无嘛，伊搁加落嘛，吼。啊，这个物件安尼有严重无？若讲我这边问迄个牧童兄吼，假迄个物件，有对你讲？嗯，啊，你迄个三月甲八月，迄个字写唔对尔，这也算大问题。这小代志，啊，都蔡明做唔对嘛，是人做唔对。啊，当时写的拢，这个做假哦。那是美国吼，诶，我咧看啦吼，我咧美国遮久啊，是足严重的就对啊啦。可能影完全影响到这个选民啊啦吼，诶看法啦，这不可容忍的啦吼。啊，你看这个发展甲遮，刘易如也变了。你看刘易如知影这个代志无？哦，当然即马无人知，即马还佫还袂清楚嘛。也无人讲啊，这个本来无的文件，佫加这个落去，到底是刘易如伊创的，还是伊客流时阵就是已经互做手啊？还是讲后壁人叫伊做，伊无做袂使？啊，来请这个麦同学来分析一下。嗯，这三个可能哦，拢有啦。哦，即马。到底是安怎哦？这爱如刘易如出来讲清楚啦，吼、哦，诶，说清楚、讲明白，吼、哦。这个问题不只严重吼，因为伊摕这个文件出来是要来打击蔡英文吼，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吼、哦。这用这种假的文件啊来打击总统的候选人吼，这是足要来影响选举吼，这足严重的代志吼。那你美国这安尼，那出事安尼哦，都免算啦。哎，那你卖研究，你都唔免算啦。哦，啊，但是你台湾吼，迄个一寡名嘴啦，吼，还是讲立委啦，还是讲官员哦，弄个硬拗啊，弄个硬拗吼。啊，所以啊，即卖安怎发展哦？我希望是立委如吼，家己实施的啦，头脑实施的啦。伊是芝加哥的博士呢。经济学的博士，芝加哥的经济学系出偌济诺贝尔 prize 的 winner， 你知无？哎，这个，所以是一个足容易的代志吼。啊，但是出了这个不孝的这个人，这个吼，我感觉是足惭愧。是哦，那讲刘易如吼，迄只伊，我感觉啦，可能伊摕到物件都已经伫遐，所以伊嘛真 surprise。所以伊知影以后。伊说出来电视讲，我表示抱歉及遗憾。哦，伊就随讲啊，伊承认讲这就是唔对。这我看我无相共款哦，因为吼，伊唔是讲听到了就随出来，伊无哦，伊失踪呢，失踪规半工。看面咧创。去看面危机处理啊，危机处理。对，我是感觉伊用差不多半工的时间哦，伫咧开会，看面咧危机掌控。哦，这要怎来解决这样代志哦？伊是毋是知影？吼，这我毋知啦吼，是毋是伊有引发？这我嘛毋知啦吼。啊，但是因的危机掌控的结果，就是讲伊无个硬拗啦，伊无要承认错误啦。这较
民进党的这个旗啊，迄个两块旗啊，迄个旗啊，迄个小我小想啦吼。蔡英文无出来道歉，一直拢在收煞吼。来，我再问这个安尼注意哦。台湾部同学讲，啊无伊都落台都好啊，为止安尼会解决无？会这代志安尼解决无？啊是安怎伊甲这伊唔解决？啊，搁特侦组，即马连特侦组都聊落去啊！你咧分析讲特侦组到底是真正是国家的机器，啊，别人叫伊落来查，还是伊敢讲伊要落来查？哦，当然也毋知影啦吼。那我要听你分析讲，啊，那特侦组即马聊落来就是一个事实，伊到底是对民进党的选票，对民进党啊候选人较有利，还是对国民党的候选人较有利？两件代志，刘益如甲特侦组。咱就先讲刘益如的代志，刘益如这个代志哈，我来看，吼，这伫台湾的政论节目啦，分析大家拢伫遐讲，啥物可能性，啥物可能十外种啦，哈。但是我的看法是讲，这个文件本身，因为咱即摆症结伫迄个文件造假，这刘益如所牵涉到责任。这文件本身是伫刘益如伫证监会主委，即个保伊个保管之下，伊个职务保管之下。但是即个案要逼出来查的时阵，是按手语、个立委、个啥物，大家拢会甚至报纸，吼、哦，咱讲讲较变。伊赚十一亿了无？然后暗报啥物吼？啊，佮含迄个吴敦义太太也惨啊，即个物件。到迄天较来较正式解密，但是事实上，咱就知影讲，其实这个物件足侪人看过啊，哦，啊流出去过，啊，啥物人我都通指挥伊提出来给因看，这大家想就知影嘛。啊，所以是毋是这物件已经提起研究，讲要安怎拍这个选择，因的计谋吼，所以已经提起看过，啊，提起看过，当然想要爱搞到怎个，个嘿。是不是在这个所在一贴掉的时候？过程，这咱有合理的怀疑，就有可能讲这个所在就已经系。所以，就伊刚才哥阿咧讲，又来伊道歉。其实，咱事后看，伊唔是道歉，伊失踪半工了，是由联合晚报退一下就声明讲道歉。啊，但是过阵工他搁再经过一暗的沙盘推演了。他逼着讲要将错就错，所以我想这个代志就是讲，那无交代清楚，我想这袂煞，这绝对是无法度 damage control 啦，吼，这我就是，所以这个看啦，到尾啊，我个人感觉讲刘玉如可能这个饭碗是这个位是坐袂掉啦，吼，啊，即下伊就爱看，伊是要弃马保帅无，吼，哦，就是讲伊牺牲来保护阿爸啦，我即个唔知啊。哦，这个看吼，啊，这个代志属实哦，当发生吼是，吼、哦，头我讲这是伊国民党操作，是按绿营是外欢乐，我收到偌济电话来讲吼，佫有一个啊，讲打电话来讲，啊，你有何大义的电话无？你有何大义有熟无？哈、啊，打电话去啊，讲就叫伊都要出面啊啦，大家紧张甲要死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当然大家出来就讲这个。这个物质这还没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看是讲吼，应该是没有啥大问题，因为吼，这个代志太见人证诶。当然，参与的是上主角是蔡英文，但是其他伫外口有拄到关心人物是足侪人诶嘛。啊，这些人阁是拢形象真好，一读册人，拢中央研究院院士迄种级诶。但是国民党伊即马连遐诶人。拢来拖落去，做规矩着。伊讲，啊，遐个人本来就利益呢，本来遐个人甲蔡英本来就规挂。好啊，我正要来问这个。特侦组啊。啊？特侦组。哦，你特侦组还袂讲啊？忘记。啊不，你特侦组先讲了。哦，啊，即我再来讲第二个问题，即、特侦组的代志。特侦组这边的介入，这当然就是代志别空啊。啊，你这就讲刘益如呢道歉辞职了事。可能就是中期啊，就是承认一切造假，就所以之后要硬闹，啊硬闹有啥办法？除了特侦组介入，所以这完全是这个马吴的竞选团队，变作讲动用的司法体系啊，吼、哦，啊这个特侦组
介入对咱仍然有影响无？有影响，影响就是讲第一吓惊，好，大家伊都卖讲咱有啥物把柄要互你啊？你都逐工，你即个选举只剩三十工哦，你即个逐工连咪甲你约谈，连咪甲你搜索咧，你干那伫遐，诶，阿哥阿哈哥。迄、那个马占林个去吼，讲你两个出来说明，你两个说明，你个应付者，你就应付袂起。第二，咱即马上有利的，就是讲，即个文件，因为咱提出原件嘛。啊，刘易如的讲法是讲，哎，迄有拢总有两箱嘞，所以出错吼难免吼。啊，咱讲好，既然这都拢已经过解密的。时间啊，拢通会再解密，拢总解密。你看你有啥物疑点，总提出来讲。伊叫特征组回去，去甲你扣押，讲全部拢未使解密，拢我家己调查就好。哦、啊，即摆咱就变作故仔去放消息人。哦，这是对咱不利的所在。啊，对咱有利的所在是讲一般民众的反应。啊，特征组含这波啊出来，哦，拗过出来，啊，就是对，尤其民间直直咧讲。啊，这他们的对付阿扁实在差不多赶快哦。阿扁当然他有可疑之处，把这个钱汇到阿姨的是抓到一个把柄，然后抓到一个小问题，然后一直管理扩张。顾仔讲啊，啊，这顾仔讲，基本大概有教训过，所以逼着激起大概反感，所以这是对应不利的。所以讲集中力的选票，所以危机意识的出来就对了哈。哎呀，所以基本会安那。爱个静待观察，可能一礼拜来就看会出来。啊，海外嘛真拍拼嘞吼，海外你看，啊，就是爱用安尼嘛。海外这乡亲呐，感觉袂得过吼，啊，互安尼食过过吼，都叫国民党行一个公道啊。哦，这款海外一群伫美国的台湾人来呼吁吼，都爱用双步来讨公道，因为澳博用造假。这若伫美国来看，这完全无法度忍受的、无法度 tolerate 的代志吼。啊，头仔问着讲，真侪海外即个选民吼，真烦恼讲，哇，这剩一个月尔，啊，不一条吼，啊，即若处理无好势吼，啊，无采看着说明真好，用要赢吼，啊，佫输伊。啊，有个人讲，啊，去叫一定要叫何大爷出来讲啦吼。啊，我要问这文俊兄吼。啊，蔡英文含伊遮即件案件内底真侪拢是高级知识分子啦吼，就是讲真正是学者，阁是最顶尖的学者吼。即嘛真简单哦。中央研究院院长王吉惠，我这都人伊就讲伊可能会得诺贝尔奖的吼。何大一即个 AIDS 的专家，即专家真有名吼。陈良博、杨益明吼，啊，迄、那个陈彦宠吼，即拢。这种中央研究院院士，你想因这的人，敢会讲像哪样的媒体所讲的？啊，这人本来就是甲蔡明共挂的啊！伊敢这人古早是无咧执政治的呢？即我昨天往上位，我伊住伫三地下五，即大家知影。伊这人是足公正、真保守的人啊！啊，难这个代志，伊无啥咧插的。好，啊，你来看看啥啦？这人你看因，啊，你对因这人，你即马有啥期待？其实讲这个代志发生了吼，当然因这人嘛已经有出来证明了吼，已经真清楚讲这代志是因去邀请伊出来吼。啊，这上要紧的问题是讲国民党这个硬拗，加在恁有一挂因素资料，无蔡文杰去互曲解呢，嗯，对不？迄因伊即马伫讲硬拗，恁交伊讲硬拗，佮造假、伪造文书。因哪里讲啥？讲迄没有什么重点，不是重要，伪造人事不重要。最近上欢喜是甚物人？上欢喜甚物人？你敢知？你看会到未？胡锦涛，胡锦涛仲欢喜讲哦，我这徒弟啊吼，要收学得遮紧嘞。我想这唔免个拖拖间中国个，我想。不是，
因为伊即摆那个看起都是伊用文革迄个步数，较早用奥博提来用嘛。无迄个政府讲胡锦涛是怀疑啊，就简单嘛。我当个是你想的啦。所以这个科学家出来吼，对这个案件吼帮助足大啦吼。啊，所以伫个这个文件差出错还袂出来以前吼，都差不多 50-50 一半一半啦吼。哪里那不占了什么便宜？因为这点科学家出来证明讲，蔡英文吼，伊是有能力的人，伊是一个足正直的人，啊，伊个有这个会当做这个领导人的人吼，啊，所以这对蔡英文拢 plus 啊，但是咱人就是要用这个这讲哦，你是土里啦，什么啦，这换国家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这是 50-50 的这个情形啦吼，啊，但是即马出处。伊即马拿迄个南宁出错，南宁出错，即马对伊来都失分足大啦吼。即马人民不管安怎样啊，就讲一句讲，哎呀，迄蔡英文迄拢假啦，迄文件拢假啦吼。其实一般台湾的人民的迄个水准，那个无像美国人民吼，即个汉尼悬吼。啊，所以大家拢是安尼用煽动的啦吼。像讲你即个一。咱现在去拍这雨伞啊，嘛是讲啊，我若拍落去，啊，若有百分之五的人，啊，像3%的人相信我，我就赚到啊嘞，吼，这就是因为因为啊，但是即马电脑病啊，即马大家拢讲啊，这拢是作假啦，所以伊即马咱现在即马是吼，还袂止血，还搁咧流血吼，啊，伊止血上届要紧的时间已经过去啊，啥物时阵上要紧呢？就是讲。咱提出迄项原始文件出来了后，国民党若讲出去开一个记者会，回去咧啊，将这个啊，将迄个甲免职吼。安、哦、尼、那個、可能就止血。哎，就止血了，哎哎。今嘛我发现。哎，文件会迄个主委免职吼、哦。啊，哎，刘玉如免职吼、哦，啊，道歉。啊，这样代志就算去啊。但是，伊即马伊选择的是要硬拗，啊，要硬拗呢，即马搁伫咧输血，因为即马民进党伫咧拍伊讲，你迄种假的安尼，逐工你连伊的假，啊，所以伊就压袂住是，搁飞搁伫咧流，啊，但是伊即马若将，即马已经较想慢啦，要将刘玉如甲伊辞职吼，因可能就崩盘啦，啊，所以即马伊。伊唔知要安怎吼，所以棒球也听，棒赛也听吼。对国民党，伊古早是这个宋楚瑜的子弟兵嘞，吼是伊的。对。啊，不分区得名。哎，啊，这个木桐兄讲这吼，我不只同意吼。这个案件出来，无讲卖讲这个造假，就卖讲啦吼。事实一半。啊，你那？南瀛就讲，你看哦，伊这甲民进党甲阿扁啊，迄拢共款，拢相像这种血色。啊啦，绿营呢，就是讲，哇，国民党又搁咧出后步啊，所以真正 50-50。就是讲，啊，各这科学家去甲伊做，这拢无下着。啊，搁这人互伊讲，这有名望的人在听，增加蔡英文的形象啊。所以这两个拢无影响着。但是国民党是要用安尼来影响差不多100万只中间选民，有可能投蓝的啊，投绿的，有较有滴想法，遐还袂做决定遐啦。所以这个造假出来是影响到迄100万，我想即真严重，因为迄100万是伊要看讲恁的表现了安怎，上尾1分钟我才来决定。啊，你国民党做这代志伤过恶极啦。我想伊是当然说明会了不只这边，我想这个案件，哦，我唔知道，因为这个感觉喏，这个拄只来讲啊，刘一丹那当机立断，甲刘玉如免职可能会止血哈，但是国民党因的想法唔是安尼，因的思考方向唔是，伊是讲啊，我呐，迄落去就去了就一败涂地啊哈，所以因认为讲爱定安硬拗，拗啊，总有一项会互我拗会过，吼，啊，这就是。国民党的思维方式，就敢那讲，咱电视讲的，哦，有哪样的民众看袂落，但马英九的脸书导师讲，啊，执政不会，抹黑也不会，哦，啊，这个真闹鬼啊！
啊，这所以讲，因即卖就是讲看熬会过来未？啊，但是我看真难啦，因为即期多达出版的这《金周刊》吼，有足详细六页，诶，甲十大疑点通通解密吼，这通通解密，所以即个物件吼，大家呐还阁无清楚吼，会使买一本来看。哦，你马上你会知影讲啊，原来真正是嘿啊，所以这应该对国民党是真伤啦。也有一样，就是讲，伊那唔敢将刘亦如改撤职吼，我哩想吼，伊惊刘亦如反扑哦。刘亦如我知影内底代志足多啊，他伊唔敢对刘亦如伤过粗鲁哦。啊，对，所以我的想法是讲，因为这点，所以伊唔敢是这个刘亦如，啊，唔敢是刘亦如，就是安尼，就是伊即卖继续搁直直流血。尤其别康诶。第一反应，刘亦如是讲一句 "It's too much"， 这个 "It's too much" 解读方式各种的，大概。伊讲 too much， 阿公、欸、我不奉陪了。欸、啊，所以大家吼，大家拢有家己的解读方式，这会当代表含义真多。这个意思吼，较趣味就是讲，你若台湾的媒体吼，有分蓝的啊，甲绿的吼，这个机构是做面的嘛吼。你辩论的时候，你咧看你就知影啦吼。甚至年代。支持宋楚瑜的，嘛是宋楚瑜上着票，吼、哦。所以你用这来分析，你就知影讲，会当着足一感觉，一声就出来，吼、哦。所以你这边国民党这敢是算后步，吼、哦，就是讲这做了无水亏。这若是台湾新闻就免讲啊啦，吼、哦。台湾新闻就一面倒，就是讲你这国民党就是出一步就是出后步。哎、欸，张安。TVBS。张安中天，因为我家在咱抽到中天尔吼，会当看到中天尔。中天嘛是有一个语音投票率，吼，无、哦、就是一通15块就对了，代表15块。那选举的时阵吼，讲相变较好，蔡英文是差不多迄个马英九1/3尔，结果涨出来诶50-50哦。涨个地步起来。就是讲，你的南绿营的讲，你南营的这边的做这个问题是一个选举操作，是一个奥博，你有同意无？安尼，结果感觉讲是奥博的，比唔是奥博较济，一半。中天呢？中天你这普通你投票是一面倒的啊，你著知影讲内底真侪中央选民看袂得过。哦，不是干那中央选民，有足侪，我知影有足侪南宁的诶，迄个名嘴吼，伊嘛讲讲，哦，这叫造假，这 too much 啊，这是欠交贵。所以我想讲，这到尾啊，就是讲50-50，搁这个出这个差错，这个造假不可原谅。我想这真严重。不止中天啦，含 TVBS， 我有一个用这个地方哦，投票30,000+咧，吼、哦，拢总30,000+，甲你讲的同款，含中天同款。TVBS 这2100，大家拢知吼。对，一半，拢15,000+，15,000+。但是认为是奥博是加500+票，所以赢过就对了。赢500+，13,000+票，所以那个票数你就知影讲，有去投的，就是真正是足劲力的才会去投，吼，唔是讲普通讲看法准都好，真正就是足对政治足狂热的吼。啊，这其中吼有一个。那你一直在家裡的，他說吼，你這個這種計劃就看起來就是，也不是什麼機密的事情，啊你是怎樣就要，都bypass這個整個流程system，你沒有叫天主來做嘛，吼，啊你bypass就絕對讓人懷疑說，合理的懷疑說，啊你這就是，裡面有不清晰的，你不知道要用機密，不要讓人知道。安尼，这你免啦解释。来，这个物件其实讲，唔是讲 bypass。你即马看的是当初甲美国这个公司咧谈判的时吼，为着大家商业上的机密要做代志以前，一定按司法去动作。但是呢，连台湾所谓这停诉呢，政府国家就要投资的上下，要做这个工作，停诉拢完毕，拢足合法。就是讲，但美国那边要求讲，哦，这个代志要过程首先卖去公开，因为这真侪国际，这款国际接了不起的物件吼，真侪人要挃嘛。
所以是为着商业上不爱去，不爱去安尼去失误吼。啊，国别也嘛是公开，这嘛是同款，无就是签约了，就是解密了嘛。这无什么通啊讲。这个回答了吼。但是这问题是国民党就是利用啊，哦，你什么什么，拢甲你开心嘛，哦，唔知影的人吼，会听一半啊，唔知影头尾的人会去哦，会去哦误导去嘛。啊，伊就用安误解战。所以我感觉这吼，真理越辩越白了。大家本来惊讲吼，哦啊你这个代志，因为执政的绝对有当下一寡小节去误施吼，红去无限放大，所以惊讲这愈查，就是会无形放大这个问题。结果但即摆唔是呢，即摆愈调查愈侪人出来讲伊的看法，即个科学家，说蔡英文的形象顶多搁较好。本来是要来拍乌拍做像我阿扁安尼吃钱，含咪落阿扁啊，这个代志要结果落做伙，拍无着电脑，蔡英文的形象电脑较好起来。较是有影吼，这样代志还袂发生以前，我对蔡英文也无讲怎尼了解哦。我看伊有法多吼，带带领在科学家啊，对美国引进上个新的这个科技入来吼，啊欠钱，我找阮台湾人吼。这个家长啊，这个表扬啊，家长才对啊。真侪人讲，迄不是伊爱去抢的嘛。这人拢做成功，伊无要就本来要请何大姨做，何大姨唔做，才拜托伊来做。是硬人硬，不是爱做人硬拜托伊来做的嘛。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有两个人吼、哦，我真同意啦吼，就是讲这个《自由时报》长的这篇文章吼、哦，台湾人应该要开始。愤怒啊，就对啦，太过头啊，太恶质啊啦，吼、哦，选举选到半半干嘞，真正足过分嘞，吼、哦。啊，搁这个极机密的代志讲了上好的吼、哦，可能你唔早看到无？陈延崇是一个研究一个小儿科医生，专门做遗传学，足有名，国际上，吼、哦，伊对迄个罕见的小儿疾病吼，伊、哦、去他发明药啊出来吼、哦，啊，即嘛是真有。全世界真有名，伊来解决讲这个资金面代志，伊讲了上怪有力，伊讲吼，若讲照恁男人的即马这个讲法哦，今仔日就无台积电啦。伊讲台湾的半导体发展，台积电开始在做的时，嘛是针对了国际上，头我文章遐讲的，国际上对这个商业秘密爱人保，爱人保密嘛。伊讲，若讲像恁安尼母吼，台积电的一寡物件拢要来计划，就拢变变出来吼，今日就无台积电啦。我想这是真有力的来讲，互你知影讲国际上到底 how to do business。其实这个代志吼，台积电当初恁政府投资6%啦吼，但是迄个时阵嘛，就王永庆投资啦。王永庆唔知影这个物件，王永庆机会给伊讲我王庆去人做代工，伊唔知影迄是啥啦，所以伊嘛无投资啦，事后才后悔啦。所以我咧讲，这个投资像生化科技这个物件，当初讲的，无人敢投资超人机吧？第表示伊有眼光、有魄力，啊，佫表示伊正经讲，经过迄唔是讲单单安尼，迄还佫去包括把王金平做一挂修法的动作，你才有法度引进呢。伊迄是要将来要生产。国际上有名的物件，啊，过来全世界无简单的物件嘛。其实哦，这是普通的常识啦。一般公司甲公司要订一个契约，还是要做一个什么款的交换吼、交易什么吼，事先拢爱保密。不管是毋是国际吼，你看华尔街遐公司吼，因中间你做代志，拢爱保密，啊，甲签落去，契约签落去了后再解密。好，啊，今仔日。啊，讨论了，我想观众应该啊，有那一部分的了解啦，吼，对这个情形吼，啊，当然是对这个海外台湾人来讲吼，啊嘛希望讲台湾的民主政治是一直伫健全、健康、选甲阳光的，较大的政策，澳博唔茫伤济，啊，无想着讲这边，卖讲宜昌案是澳博啦，但是上少你这个文件、这个代志造假，就是。绝对不对的代志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代志，即马就看国民党要哪做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国民党你的危机处理，你到底要搁硬拗，像吴敦亮要搁硬拗，
还是你都要做一个结束，看这个代志是啥物人来负责的，啊，做这个代志始终有责，始作俑者这个人要出来负责。哦，啊，迄阵我想这个代志还袂了，啊，今仔日就安尼讨论到这，啊，我想后周还佫有咧，啊，这结论，哦，这个完结篇还袂了，啊，但是我希望讲台湾的选举要向这个正常化、啊民主化。啊，这那一个讨论一下奥博的，我来你讲，这个啊，大家做点讨论啦吼。我认为吼，国民党较晚去吼，伊即马选情搁输的时阵吼，伊奥博搁出来，吼啊，这个啊，司法奥博咱看过啊吼，去年的枪击案咱看过啊吼，即马吼一般咧讨论哦，上加惊的奥博是啥呢？选举选到上尾啊。一礼拜，还是讲三天，还是讲上尾迄天，伊派一挂拍手吼，啊混入去绿营来造势场合内底，啊将内底拍甲乱七八糟，啊规个互伊乱起了后，啊就卖算啦，哎，啊就停止选举。哦，这个上尾一步啊。恁的意见？有可能性较大啊。拢会在足侪人在讨论啦，讲即个啊无就是讲啊，即卖含即个波德加用出来，啊咱若赢无够济的时阵。是毋是会乱？哦，就是讲啊，看是讲哦，到要验票啦，啊是讲真，迄四个月要安乱哦，啊个制造群众运动，这种是大家爱注意的啦。哦，当然，咱希望讲会当赢较多，哦，啊，看这家这项代志，甲咱这个造假这事件，有呐，互国际大家拢知吼，大家会来注意，尤其昨有。篇文章吼讲，即个阿强有可能伫一月十日要发迄个要发啥物？迄个飞弹，迄个飞弹是针对美国航空母舰吼，诶，迄个做航空母舰的诶，迄个杀手，诶，杀手吼，诶，克星吼，要证明讲，迄个那因发动啥物吼，美国来救袂着台湾吼，所以唔通投予民进党。这所以这。足侪部署，犹阁拢有可能发生个，所以咱也是真正爱注意。好，按即马希望讲，即个台湾的选举会当圆满结束啦，无论如何安怎吼，就是希望讲爱平和啊安全哦，啊毋通制造即个社会的动乱吼，这是台湾人的福气。我另外提示一个我的看法吼，因为国民党加安尼硬拗吼。啊，安尼我讲做别乱舞乱讲吼，因为甚物原因？就真侪人讲，换你着国民党开个哩，对无？啊，因为呐，这是陈定南亲自甲我讲个啦。伊讲，法院内底迄个法官八百个，调人员两千个，80%是国民党人。但是恁为什么蔡英文这边讲我起来一定要做司法改革？恁看司法实在是，恁台湾大家公认司法是一个乱源，什么原因乱源？就是这些人真实是恐龙外观有诶无？好啦，这些人是为着因个人的利益，伊甲你拼嘛，所以这个作用。我是说司法改革是后边的吼，即马较大家较烦恼讲选举先选好了吼，啊专门动算，啊你司法再来改革吼，啊你多谢今仔日即讨论。啊，相当大家讲了真精彩，多谢今日来宾，后边大家再搁见面，好，谢谢，多谢。